要先蓝图吗？应该在这边吧，我记得。蓝图在地底下、哦、还是楼上？应该在楼上。因为我随便动一下，它就，应该是楼上。从这边上来，从这边上来。哪边？好猛！干嘛啦？我看到了，很辣的生还者就是你吧？交谈，要跟他讲话吗？还是杀了他？杀他会怎样？杀不了。那交谈。真的。There won't be a later if I don't get this done. 你是谁？是高应者吗？ Wait, who are you with? Huh? Are you a snitch? Hell no, I'm no snitch. You think Art's gonna save the world? 你看得到那个吗？对吧？我可以看得到。It's not for me. It's for people like me, the ones who live off the grid. 他这是跟他是在跟你讲，在跟我讲话。看谁跟他交谈嘛？你按。哦，非法感染者，你是说附近有个标志，安全地带没有僵尸？ Safe from zombies? Don't call me an illegal. Yes.That's why I have to finish, but my cannons are dry as shit. I need three more to get this done. You mean spray paint? Cannons. 好怪。哎，玩了什么？好，接下来要找三个分析。找三个分析给他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先分头行动。这门锁住了。竟然不能用敲的，不合理。没有，那个是安全地带，那个你只要解任务。那个把玻璃打破了、啊，可以进去吗？啊？我把玻璃打破了。进不去，你放弃吧。烂游戏，因为里面有蓝图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你解完支线任务，通常里面都会有好料。嗯哼，好，那我们来解。你直接跳下来就好，你还在走。那你在哪里？欸，你嘞？哦，看到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帮他找喷嚏。是吧？对啊，我们要一起去。好了，我们先走那个方向，那边有两个，我们分头。分头嘛，好，你要哪一个？你右边，我左边。好、哦。你看这僵尸数量多不多？八。扯。人比鬼多。然后你看我手上有那个油。啊？汽油罐。那、啊、你要几次？我靠，抓到我了！好猛啊！你 combo 多少了？哪里有血？左边有个数字，11吧。Y 加 B。你那个按了就会出现必杀技。Y 加 B 哪个是 Y？ 哦，就是这个、啊。对，然后必杀技也会，就是有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经验值。是啊，出现红字哎，代表快坏掉了。对，快快！哎，这个东西的 combo 比较多。哇、哦，好帅啊！第三季，画面红掉了，我是不是快死？你快挂了吧！我还是先去拿那个好了。还有100公尺。然后所有的武器都有必杀技哦，再烂的都有。哦，又要解救了。哎，刚好在喷机旁边。我去另外一边拿喷机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武器坏了。哎，真的武器坏了，我把武器都弄坏好了。哎，你说可以丢、哦？可以啊，那用丢的。去吧，丢掉了。哎，我死掉了，怎么办？死掉？对啊。哎，那有呢？按住 B， 别让自己大量失血。按下 A 产生玩家，产生玩家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你死了。我看到你来救我了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这样就死了。到底哪个是 A， 哪个是 B 啊 ？Lucy 已产生。Lucy 已产生。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懂。喷漆，你拿了吗？记在那边。可是我刚才没有拿我的。
哦，因为你要救我了。来吧，坐上车我载你去。好诶、欸、，Go！ 一定会摔车。不会。一定会害我摔车。不会。你之前就已经载过我了。我就知道。没有，没摔车。完了，我竟然没有爆，为什么你没事？不合理。喷漆，八公尺在里面啊。对。要换我开嘞，我帮你。你不要把它玩到爆炸。在哪里？哇，这里还有那个，去哪？哪里？蓝图。这是什么？我喷漆啊！快来拿，快来拿蓝图！等一下，你被抓到？没有没有，我在 PK。用重攻击，杀不死欸、用重攻击，用重攻击，好猛啊！因为警察血比较多、啊。哇，有肉牌。开三刀，手枪，拿手枪好了。可以干嘛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对，这些你拿过了。我不确定，这个我没拿。这机械龙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这超邪门的，你一定要玩。好，龙头。这个龙头再加某。再加水就变水龙头。哇，这好巧。哎、欸，制作嘞？真假的？难道只有我觉得不好笑吗？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还没制作完，你还没做完。做完了，这不是做完了吗？还没，你还要再那个变成刀锋的。刀什么意思？就是它还可以再进你看蓝图啊，你看蓝图。蓝图。我要按什么？按 Tab 按看蓝图啊。机械龙，哎、欸，做完了。龙头加遮阳伞啊，就是我现在这个啊。那你应该还可以用这个东西再做二次创作。所以要等新啊？这东西有什么用？没有吗？比如说跟武士刀、啊、武士刀还是什么的，可以再融合一次吧。他没有写啊。没有是不是？好。他没有写。你这个是右键的武器。哎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。我看到了，你看。哎、欸，不是。邪门了。这一点都不恐怖游戏啊，那你们说是搞笑的。你有看到我吗？有啊，等一下，不是你的机械龙还要再加武士刀，你身上有武士刀吗？我有武士刀啊。你可以再组合一次。不行欸，没有蓝图。没有啊，他不让我组合。真假的？嗯。那你给我。哇，我给你。我这边有欸，我有什么给？没关系，给你。看起来实在太好笑了。然后把武士刀。低能。开战刀给你。跟附近的僵尸实在太违和了。这游戏这样设计对吗？你把武士刀给我，快点。开三刀。开三刀还是武士刀？武士刀。哦、有有，地上地上。哦、我帮你，我可以进化成刀锋机械龙、欸。你有了，你看，来，这搞吧，这根本就没想，这不是个什么正经的游戏啊，这给你玩。好、啊，我要那个刀锋机械龙，这样你的普攻也有爆破性的攻击力。可是平行的飞，代表根本没有减速啊！哦，来吧，我还剩一个喷罐，我们赶快开车去，开车去，开，可以开，好来。好、啊，车头有亮的代表，对，车头，肌肉车，来。等下我要先搞清楚哪一个是甩尾，可以甩尾。我觉得你会失误，会失败。
这样 Skype 就直接会有画面。什么那么多东西挡在前面？加油！我可以，我这时候可以做什么？都不行。在一旁看。对啊，等死啊！奇怪，我们超过了。嗯，八十二，快爆了、欸！快爆了，记得按跳车。好，干脆先。快按，快按跳车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跳出来之后还不是长这样。啊，在这个建筑物里面。我操，到底太低级了。嗨。我现在手上什么都武器都没有。卖我别龙好不好？谢谢啊！怎么了？这边找到了喷漆。在帮你。哎，这边电锯。啊？哪里？好酷哦！你可以直接攻击。可以啊，就你的普攻有那个、啊。在哪里？这边、啊。我懂，我有。但是刀换我拿、啊，来吧，来吧，回去了切肉吧。然后红色的任务是魔王任务，还有魔王，有最强僵尸之类的。不是，我很难跟你解释，反正你看到就知道了。好吧，地形，是地形之类的。坏了，哎、欸、坏了，你做给我的那个，好无聊、啊。汽油罐。我们先回去吧，先回去找安娜吗？来。你看还有鞭炮哎、欸，不知道鞭炮玩起来怎么样？我们看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好烂啊！就这样。啊、食用油这不能吃、欸。口粮啊。掉在地上的汉堡，你敢吃吗？我好饿，我喝酒。而且打开都会有一些。没有。重攻击掉，多用重攻击。多用重攻击。哎呦！你爆了、哎！我不然掉出去了，我电锯。来，先回去了。好，走吧。走。斜背包，我一直想要有个斜背包。所以进去了以后，他就会开那个房间给我们。对。一定要这么小气，生死关头的、哦。红色的任务、哦，调查禅宗花园、哦、对。那就是。等下可以去玩，就打魔王。Boss。作为第一个魔王，他还不会太难打。嗯、等一下，你知道可以翻滚吗？哎，来，让我猜猜。好不会，我觉得应该是按下去啦，我猜。按。类比压下去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怎么知道？嗯，因为现在游戏都这样做。好猛。哇，他只是弄弄就很厉害，就这个标志而已。哇，离开这里，你应该离开。You know you can come with me now if you want. Okay, but don't be thinking you're gonna get it because I don't do. All right. 所以他会跟我们一起走啊？对，他会变我们的伙伴。哇哦！但是，阿莎，但是我跟你一起，我双人好像就不会有 NPC。哦，好吧，这边可以开了。酷哦！大部分支线开出来的都是可以让你……哦，对不起，踩到你的脚。长柄武器，长柄武器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哎。会跟我们一起走？应该会、啊。毛家
衣帽架，这边都有。毛，错，衣帽架在这，毛在你后面。毛，哪里？旁边呢？毛，基本上你只要拿到蓝图，旁边都会有。丢丢丢！毛，组合。啊，给他一个武器啦。我通常会跟着我们，他会不会捅？我通常都给 NPC 枪，因为子弹不会用完。酷哦。而且他们也比较不需要舍命。那那我也给你这个。啊，交换物品了，我变成交换了。你有做出来了吗？有做出来了，不过他好像还有，还可以继续做。有的是这样啊。然后为你介绍一下，这边是武器储物柜。哦。等一下。可以把东西放进去。不是，你只要拿起来过的武器，它都会在里面找得到。哦，酷哎，龙头也可以耶，在里面找得到，可以拿出来啊。对啊，哼，这么好。然后组合你组合出来的也都可以，反正它就很 free 啊，这游戏很 free， 随便你乱玩。真的。然后因为我们买的应该是有下载内容的，所以你在下载内容可以看到很多。不要乱丢啦！太 free 了吧，这游戏。哎，把龙头给他。不要给人家人龙头啦，他会死的。他没有存起来，他没有生存能力啦，就拿着。把枪给他啦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换成换那个啊？他。不是，我没有办法换上面那个，欸，为什么 啊？我的那个，欸，按键里面没有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哦，这两个，手持火炮也有，欸，对啊，储物箱正在重新补给，请稍后。是我拿了太多龙头吗？不可能。然后因为我们有，不是因为我们有那个那个。我们买的是有 DLC 的，所以它有附一些特殊的武器。比如呢？就是你自己看下载内容。星星就是，那个，哦，特殊的。对，可是我怕他们有破坏平衡性，所以我目前都还没拿出来玩。我已经拿一堆龙头了，怎么办？哎，龙头没所谓啦。可是，啊不是啊啊，他现在就不给我们武器了。好，然后服饰衣橱就是可以换衣服，哦，这也是下载的，对，哦，你干嘛？就你可以收集，你可以收集，然后他也有付一些，就你的 DLC 也有付一些。欸，好猛哦，好恶心啊！比如说像你看，我就可以穿这样，那个低能，我已经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好恶心啊你！我要按那个橱柜，它。哎，还有什么？哦，上衣，哦，它是套装啊。对，然后你就是你可以看套装下面不是有很多吗？那个就是它有时候会，你会一件一件找到，然后你只要全部找完，它就会变一套，你就可以直接选。哦。那我要穿这个。好，那我穿这个。等一下，那，啊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天哪，哦，我这样子，他说在补给，哦，可以拿了，可以拿了。哦，下面有一条蓝色的，就是满了才会。电磁炮。对啊，我就想说都先不要拿。Serious， 好猛哦！我靠，只有五发哎，欸。可以把这个给他吧。这种东西给他才有意义啊！不是啦，我就想说先不要拿那个哈。你说太暴力。对啊，就我就有点破坏。可是他那个啊，他不是无限子弹吗？就给他枪就好了，给他一般的枪就好。给他这样这游戏不要太简单啊。你想要哪一点？对啊，就正常的玩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发个两发吧。好啊。好猛啊！没有想象中的效果哎，啊，那边比较远，比较对，没了，这样，好吧，
哇，然后最后为你介绍。他没有枪，他没有，等一下，他没有拿枪嘞。有啊，我有给他。你有给他吗？嗯，他手上有枪。哦，好好，这边最后跟我们介绍。就是马桶。该不会可以？就储存游戏。怎么烂设定啊？但是其实我记得你按 ESC 也可以随时存档啊。对啊。哦。Long Long Long Blade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走。然后这边的这个可以换伙伴。哦。生存者公布了，我们只有一个人。对啊，目前只有一個人。他会帮助我们，对啊。就是你解支线都会有，就会哎。欸，我把吊扇震下来了，哪招啊 ？DLC 耶，真不错。好像也没有什么